放飞的那首歌。最后也只剩下一个你了，就算是假的我也当真了。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Jerry 能够这么的毫不犹豫的答应我来帮我拍这支 MV。 我一直用那个夺命连环扣，没有，我就是问他，然后我就说，然后我，而且他都久久没有回我，但是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，没有压力，如果你时间真的不行的话或者是怎么样都没有关系的，反正只是问你一下。但是他当下的第一个反应，他回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当然。找我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，因为我想说我怎么会想到我，没有，因为我真的身边最红的朋友大概就只有你了吧。突然就觉得说好像坐到那个时光机，然后回到那时候，对，就是刚拍戏然后你很照顾我的那种。有啊，其实对，我就想到好多以前的故事这样。那时候是小屁孩。不会啦，你其实我觉得这 Jerry 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就是懂他的人就懂这样。今天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触在那个歌里，太好了，有打动到你。人生有没有什么愿望清单吗？你还有没有什么清单？愿望清单就是可以再见到 Ella， 我就会觉得。我觉得这首歌会让你很有感触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人生没有，你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但是就是在你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真的可以。做很多事就赶紧做吧，就赶紧做。所以我觉得亚亚这首歌很棒，它其实某部分它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，超棒的。谢谢你，你都完全 get 到这个心情。